哈迪卡好欢迎上哔哩吧啦 talk。咁过去两日啊，一口气咁样咧，就煲晒总共十集，大约十个钟头嘅日剧《My Family》吓。咁呢个剧咧，咁啊系打赢咗木村拓哉同满岛光做嘅《迈向未来的倒数十秒》吓。咁啊，真係非常之犀利嘅一個嘅收視啦！咁當然你都可以 argue 啊，咁啊，因為咧佢咧就係星期日啊，咁啊傳統檔期嚟講咧，個收視率相對嚟講咧都係高啲嘅嚇。咁但係咧，我自己睇嘅時候咧，都覺得咧個劇情係非常之緊湊同精彩，亦都有啲位咧係估佢唔到嚇。咁啊，最後尾咁啊，就算咧真相大白嘅時候，你都覺得咁啊 ，overall 嚟講咧都係make sense 嘅嚇，就唔係嗰啲話超級飯博啊、打橫嚟講啊、大灑狗血啊嗰一類嚇，咁所以咧值得推介俾大家嚇。咁啊，值得留意兩樣嘢嘅嚇。咁首先咧，咁啊而家咧呢套戲咧已經完曬嘅啦嚇，咁所以咧係一口氣可以煲曬佢嘅嚇。咁第二樣嘢咧，呢套戲咧就絕對係劇透死全家，我只會同你講大綱，就唔會再講任何咧嗰啲嘅劇情內容啊、人物係邊個打邊個啊、各方面嗰種嚇。咁啊因為咧，假如咧你係同嗰啲已經睇完套戲，咁又中意爆響口嗰啲友仔啊，將你下一個劇情噏俾你聽嗰啲人咧，咁你咧就呢段時間最好同佢絕交或者斷絕親戚關係先。咁啊，即係睇一次係非常之好睇嘅嚇，但係睇第二次嘅時候咧，呢啲戲咧就會失真好多。咁呢個咧就同譬如即係之前我介紹《日日是好日》啊，或者周星馳啊咁樣咧，係可以翻輪又翻輪咧，係好唔同嘅劇種嚇。咁啊故事咧，我覺得咧特別嘅地方咧就係、首先咁樣咧，佢就係講嚇就一個嘅IT 遊戲開發商嘅 CEO 咁樣咧，佢就個女俾人綁架咗嚇，咁佢自己點樣嚟到去即係鬥智鬥力啊，咁最後尾個結果係點點點啊咁樣啦嚇，咁啊即係故事僅可以講到咁多嘅啫嚇，咁樣咧即係通常咧呢啲咁嘅綁架戲啦嚇，咁啊會從個警察嘅角度啊，點樣嚟到去首先俾個賊玩啦嚇，跟住然之後咧就搜索好多唔同嘅蛛絲馬跡啦嚇，咁啊點樣咧將個兇徒繩之於法，呢個其中一種寫法。咁第二種寫法嘅可能從個賊嘅角度出發，點樣嚟到去密謀部署嚇，咁仲有咩標咗條心嚇，咁啊當中可能有啲人內控啦，有啲又話揼爆佢啦嚇，有啲咧就話咧唔好嚇，道亦有道啊，各方面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用賊嘅出發咧，通常都會覺得咧個賊係值得同情啊咁樣嚇，最後尾個結局係點點點都好啦嚇。咁呢套咧，顧名思義 ，My Family 嚇，就同咧俾人標心嗰個嘅家庭角度出發嚇。當你俾人標心咗嘅時候，咁樣個老豆嚇點，個來嗰個嘅老婆點樣嚇？咁當中會唔會有啲咩分歧嚇？好簡單，即係譬如報唔報警啊，又或者係真係點樣嚟到去俾贖金啊？點樣嚟撲水啊嚇？你嘅朋友圈你嘅真係同事圈嚇，點樣嚟去睇？睇你啊嚇，咁啊即係有陣時，即係譬如你交贖金咁樣，你要撲水嘅時候，咁有冇啲人係會即係即係雪中送炭咧，甚至乎即係落井下石咧，各方面咁樣咧，咁啊睇到即係個人性嚇嗰種嘅衝突嚇各方面啊，咁啊係患難見真情啊，定還是咧就大難臨頭會各自飛嚇，互相嚟到去爭鬥啊各方面咁樣，咁啊呢度係呢個角度，而且係對我嚟講，我諗我睇煲劇少啦，可能嚇，咁啊幾新鮮嘅嚇。咁第二咁啊值得欣賞嘅就係啲演員啦，個演繹非常之好啦，例如呢個義工和也嚇，咁啊男主角啊演嗰個嘅遊戲開發商嘅 CEO 嚇，咁啊同埋嚇女主角啊多部未華子嚇演佢老婆，咁啊即係佢哋內心之間嗰種嘅爭鬥啊嚇，無論係嗌叫啊，或者係大家同心嘅時候啊咁樣嚇。咁啊義工和也咧，我就少睇佢啲戲啊，咁啊，但係咧就覺得佢做得好好啊，而且咧個角色咧你可以話佢某一啲過程當中嘅決定好七咁先算啦嚇，咁但係咧如果你從佢個
角色性格咁樣嚟到去出發，繼續 develop 嘅時候咧，咁啊一氣呵成由頭到尾咧都連貫嘅嚇，就唔會突然間急轉彎轉死性，跟住又唔知道點咁樣啊，即係本來咧就係好兇狠咁先算啦嚇，咁啊亂噏嘅咋嚇，咁啊跟住然之後咧突然間又會變咗大好人或者 wise versus 咁樣，佢就冇呢種咁嘅急轉彎咁樣，咁變咗咧呢種 consistency 咧，我就覺得係好嘅嚇，咁以至到咧到最後尾嚇，咁啊不斷有多啲真相浮現出嚟嘅時候咧，咁樣咧你都會覺得即係反駁位唔多嚇，咁啊都可以講得通咁樣嚇。咁而咧又值得欣賞嘅地方咧，就係咧佢永遠有啲位咧係峰回路轉嘅喎嚇。你以為佢咁，結果咧哦原來係咁啊，幾過癮咁樣嚇，都 OK 咁樣嚇。咁另外多部美華子咁樣，之前譬如睇呢個日日是好日又好啦。又或者係之前亦都介紹過嘅《這個不能報銷》，佢做會計仔咁樣咯，會計女啦，或者咁講。咁啊呢套咧就靚啲喎佢啊。咁雖然咧佢嗰個嘅look 啦嚇，咁本身係即係角字面咧有少少似我嘅角字面，我講緊個面啊，唔係講緊我個顏值啊勁過。即係嗰種啦嚇，咁啊即係唔係我杯茶啦嚇，咁但係都係即係全日本，我相信都係如果冇十大都二十大嘅女明星啦嚇，相對嚟講都係演繹得好好嘅嚇，咁啊作為即係做老婆呢個角色，或者係類似少奶奶嘅角色啦嚇。咁跟住啦，幾個配角嚇，咁啊河內賢人咁啊，之前譬如 Tokyo Mail 咁樣，咁啊做官仔骨骨，咁佢今次咧亦都係恰如其分嘅嚇。比較驚喜嘅就係濱田岳啦嚇，咁啊好耐好耐之前，譬如做求婚大作戰又好，甚至乎咧即係之前做嘅上年嗰套神間劇《Come Come Everybody》咧，咁佢都係有少少似喺主角隔離嗰個小丑咁樣啦嚇，三廿至九隔離嗰個嘅即係跟班嚇，周星馳隔離嘅黃一山咁先算啦嚇，咁啊即係有嗰種。就算佢唔係點出聲咧，你都會覺得有少少搞笑啊，低 B 嗰種嚇。咁啊，呢出戲裏邊一個氣氛比較重啲嘅時候咧，就睇到佢個演技嘅功力啊，咁樣咁啊，都有啲驚喜嚇。咁啊，唯一兩個我叫做雞蛋挑骨頭嘅咧，就係玉木宏啦嚇。咁譬如佢做呢個野田妹妹嘅時候，又或者嚇即係極度主夫咁樣啊，而家好似出電影啦嚇，咁啊都係嗰啲即係卡通化少少嘅時候咧，都做得好好啊，甚至乎即係阿淺來了咁樣啦。今次咧，我覺得佢永遠都係一個表情，揦埋口面死老豆咁樣咧。咁啊，相對於其他嘅演員嚟講咧，就相對嚟講係失色啲啦嚇。咁另外啦，就係咧因為綁架啊嘛嚇，咁佢有啲小妹妹做嗰啲嘅角色咁樣咧嚇。咁相對於譬如即係我妻子變成小學生啊咁樣咧，咁嗰啲嘅小妹妹嗰個拍攝就唔覺得特別有個存在感咁樣嚇。而且咧幾個小妹妹嘅戲份咧，我就覺得咧佢啲年紀有少少唔同啊嚇，即係咧明明廿幾歲，佢要扮翻十頭。跟住然之後咧，有個十頭同佢一齊拍住嘅時候咧，就覺得好似個大家姐咁，但係同學仔嚟，有少少騎呢咯嚇。咁但係呢個就少少雞蛋挑骨頭嘅，即係你又要揾到一啲小演員嚇，佢演技又要有翻咁上下，表達到啊驚啊開心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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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樣。咁但係咧，你又要揾翻同年紀或者差唔多高度嘅時候，其實都真係幾難嚇。咁所以即係俾翻個 benefit of doubt 佢啦嚇。咁啊，純粹係雞蛋挑骨頭嘅。咁啊，對於咧呢啲咁嘅綁架戲咧，咁啊最觸目驚心嘅對我嚟講嚇，就當然係張子鶴陽啦嚇，咁啊仲要係真人真事嚟噶嘛，咁啊真係好犀利嗰陣時，真係所以堪稱賊王嚇，咁啊綁架李嘉誠個仔啦嚇，郭炳湘啦咁樣嚇，咁啊講緊十億，咁啊通常可以講價嘅原來嚇，咁啊去到即係好似兩億幾啊 at the end 嚇。咁啊，到嗰時咧就係即係究竟報唔報警啊，各方面嚇。咁啊，張子強最後尾咧因為又惹官非嚇，咁就打得甩嘅嚇。咁仲要喺法庭外邊講咩法律係公正嘅咁樣咧嚇。咁原因
真係因為咧啲富豪啊嚇，唔想啲醜聞俾人爆響口嚇，咁所以咧就同警方合作得唔順利嚇。as long as 咧標咗心嚇，攞翻個袋翻嚟就算鬼數嚇。咁當然啦，佢哋啲袋係咪即係據聞啦，又或者有啲乜鬼陰影啊各方面，咁 which 都 make sense 啊嚇。咁啊，雖然而家你即係究竟佢係咪真係有啊，或者租唔租到出嚟咁樣就另一回事啦嚇，甚至乎即係呢個嘅新鴻基鬧意見，據聞咧都有嚇一啲嘅關係喺當中嚇，同當年嘅綁架嚇，咁啊即係你亦都睇到啦，咁樣即係一代賊王咁樣，即係其實佢如果發財立品，你都幾億喺手啦，當時嘅幾億喎，唔係而家幾億，而家幾億都好犀利啦嚇，咁你都仲要繼續搞嘅時候，咁樣最後尾咁你要著草走佬，仲要翻大陸咁俾人白得抵死啦嚇。咁另外就係呢個黃德輝啦嚇，咁亦都拍過片嘅嚇。咁啊即係據聞啦，又係睇嗰啲個八卦周刊嗰啲，就講佢咧第一次俾人綁架咗，咁啊小甜甜啊俾贖金啦嚇，咁跟住咧翻到嚟嘅時候爆粗鬧啊，鬧咗唔知幾個鐘咁樣，咁樣咧就話：喂，做咩俾咁多錢啊？黐線㗎咁樣，賺錢幾辛苦啊咁嗰啲啦嚇。咁跟住然之後咧，第二次咁咪唔俾咯。咁結果佢就即係失蹤咗七年，咁就拜拜咗嚇。咁啊，真係跟住就陳振聰事件。咁呢啲咁嘅花生事件，究竟有幾多係真，有幾多係假咧？咁啊真係嗰個俾人綁架嘅個 my family 嚇，唔去公開講嘅時候咧。咁啊，任你點樣去加鹽加醋啊！咁啊，呢啲都係非常之精彩嚇，真即係似乎咧，即係你話咩戲如人生，人生如戲啦嚇，咁啊，真係真實嘅發生嘅時候咧，仲勁過你電影或者係電視劇可以拍到咁啊，真係犀利嚇！咁啊除此之外，咁呢套戲亦都勾起一啲 my family 嘅聯想啊，因為呢套戲咧好多時候講到嘅就係、即係夫妻喺大難臨頭嘅時候。咁究竟咧係即係其利斷金嚇，一齊同心合力咁樣嚟到去面對啦，定還是係真係大難臨頭各自飛，甚至乎咧係爆粗鬧對方嚇，咁啊即係大家搲爛塊面咁樣咧嚇。咁啊佢唔係單一面嚇灑狗血嘅嚇，咁佢咧係有好多人性嘅角度 ，which 亦都係頭先我所講義工和友同埋多本和子做得非常之好嘅一個地方啦嚇。咁啊多面性嘅，即係一時可能好 down。一時可能懷疑咦佢會唔會有份個死衰佬或者死婆衰婆咁樣嚇，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又會咧嚟到去為咗個女或者 whatever 咁樣，或者會回顧翻過去當初嘅時候，會唔會有啲乜鬼懺悔位啊各方面咁樣嚇。咁啊，對翻我哋自己啦嚇，咁啊，即係我哋未至於去到嗰個位啦嚇，咁即係可能你仲想話，如果我有錢到一個地步，會俾人覺得希望綁架我就好啦，咁樣咁呢個另一回事啦，即係咁犯賤嘅咁樣，去到嗰個位你又唔會咁樣諗啊嚇。咁但係 anyway 嚇，咁喺呢咁嘅情況之下嚇，咁樣即係喺普通嚇，即係嘅一個尋常百姓家裏邊嚇，當你咧面對一啲 crisis 嘅時候。你同你嘅屋企人嚇點樣面對咧嚇？咁啊你對住朋友親戚係患難見真情啦，定還是咧係真係落井下石咧咁樣嚇？咁就算唔好講呢個嘅 crisis 嚇，咁啊平時嚇，咁啊可能我哋都會因為一啲芝麻綠豆嘅事情嚇，同我哋嘅父母或者同我哋嘅仔女嚇，或者夫婦之間有好多嘅嗌霎，而且呢啲咁嘅嗌霎咧，日積月累谷埋嘅時候咧，咁啊火山爆發，每一次咧爆發嘅時候咧，都揦翻陳年舊事到而家嘅嗰啲重擔同埋咧傷痕走出嚟同對方攤牌，咁啊令到咧嗰個嘅拗撬咧係越嚟越犀利嚇。咁呢個亦都係我睇好多uncle auntie 啦嚇，又或者係真係親戚朋友嚇都會有嘅情況嚇。咁可唔可以大家坦誠啲嚇嚟到去傾心吐意嚇，講出
自己的不開心，講出對對方的不滿，又或者來到去聆聽對方的不開心和不滿呢？這個很難做到的，但如果可以的時候，或者製造一些機會來到去互相 understand 多一點，或者接受多一點，這樣就不需要去到 crisis 的時候，大家就相對地會容易一些，一拍即合，而不是一拍兩散。尤其是對父母啦，即係好多怨恨啦、童年陰影啊各方面啊。但係有趣嘅地方咁樣啊，譬如我回憶翻聖經，喺十戒裏面第五戒就當孝順父母啦，使你嘅日子喺地上能夠長久啊。呢句説話其實好有趣嘅，好似係命令你去順從父母，無論佢點衰格都好，但係同一時間咧，咁啊喺李思敬博士嗰個解釋裏邊咧，都有講到就係父母係小朋友一出世嘅時候第一個面對嘅。假設佢唔係變態嘅先算啦，有啲父母真係好變態噶，好普通嘅一個父母嘅時候，咁啊你其實係更容易學識愛同被愛，因為理論上就係你發脾氣啊、曳曳啊嚇，咁但你又覺得你自己啱曬啊，父母唔明白你啊嗰陣時嚇。父母最後尾都是那個比較容易回心轉意嚟到去 reconcile， 至少譬如繼續俾飯你食啊，繼續供書教學啊，各種啦嚇。咁呢個可能是一些尤其是上一代唔識表達的父母，佢嘗試作出的一個 reconcile 嘅動作嚇。只不過我哋咧就要佢講出口嚇，跪地求饒咁嗰只，我哋先至肯接納。咁如果我哋轉少方式，能夠 understand 到嘅時候，可能咧。日積月累到今日，你已經死牛龜咁大隻嘅時候，咁樣咧就可能可以 reconcile 到啦嚇。咁啊當然啦，咁啊如果有陣時少啲見面嚇，逃避嚇，可恥但有用，仍然可以繼續維持一個關係嘅時候，咁啊呢個係一個 alternative 嘅選擇啦嚇。咁但係即係如果你可以 reconcile， 當然 reconcile。咁呢個係my family 裏邊嚇，咁啊好多唔同，即係無論係主角又好，閑角又好，咁啊唔同 family、唔同朋友圈、唔同同事圈裏邊一個俾到我自己嘅一個 extra 嘅提醒嚇，或者體會啦嚇。咁所以即係除咗唔可以劇透嚇，同埋咧可以一口氣睇曬嚇，咁啊呢套咧係值得推介嘅一套日劇嚇，咁啊最新檔期裏邊，咁啊強勢上畫，亦都咧係已經完咗啦嚇，咁啊鼓勵大家可以收看，咁歡迎大家 like、subscribe、share 哔哩吧啦 talk。